哎，这有人呢。哎，阿姨。啊。啊，美女啊。啊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美女。啊。能和你问个路吗？可以的吗？啊，那个八亩地怎么走啊？八亩地。啊。八亩地，你要从这个坡上到山上。啊，上到山上。我上下去就到了。啊，就顺着这路上坡，然后还要下坡是吧？嗯，对。这开车得多久啊？你要开车得一个多小时。一个多小时。啊。这么久啊。啊。哎，你是去哪里啊？我去那个八亩地附近那个孔家湾。啊，你也去八亩地啊。嗯。你怎么去？你走路去。对啊，我走路去。你走路去多长时间？走路就四五个小时。四五个小时啊。我走小路嘛。哇塞，你四五个小时你脚不得磨没了啊。都习惯了。哎，那是这嘛。嗯。我看着你挺漂亮也挺可怜的，那要不你上车我拉着你嘛，正好那个我外地我也不认识路，你上车然后帮我那个指指路啥的，一块走。能行吗？可以可以。嗯，那要多少钱啊哥？多少钱？哎，不要钱了，直接上车就行了。不要钱，我不坐。哎，你平常搭车多少钱呀？车下去15块钱。十五块钱？嗯。哎，不便宜呢，这样你给5块钱就可以了。5块钱能行？可以可以。那谢谢你啊大哥。啊，没事，上车吧。好好。哎，你背的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是我们这儿的土特产啊，就是干辣椒还有干菜啥的。啊，你这有多少斤？我这也就50-60斤吧。50-60斤？啊、嗯。哇，那你好能干呀。好的。啊，快上车上车吧，别累着。好的好的。啊，放后备箱啊东西。啊、嗯。哎，美女啊，你长得还挺漂亮啊。哎，要那个5块钱就别给了，你免费坐就行了。不行啊，哥。啊、嗯，你要不要钱，我就下车了。哎，你别下车嘛。那这样，你把安全带系好，系好我们出发了。啊，好好的、嗯，行，好嘞。是心动啊，走。美女，哎，这还得走多久啊？这我都开了一个多小时，我都有点困了呀。这还得开多久吗？哦，哥，啊、嗯，快到了。你从这个坡开下去，掉个头，然后再开上来就到了。啊、哦，下去掉个头再开上来啊。嗯，行，你坐好啊。嗯，哥，哎，我到了。啊，你到了呀？嗯。哇，你家是不是在那边呀？啊，我家在那个山后面那个坡。哇，你们这边仙气飘飘啊！你每次回家是不是都从河里游过去啊？不游，大哥。啊，你看到那里有桥没？我看看。我们走那个铁索桥回去呢。哇塞，那就铁索桥啊！啊，哇，那好高，好危险啊！哇。哥，啊、我给你找钱哦。哎，不要了。哥，就剩2块钱了。就剩2块，刚才说是5块是吧？啊。哎，说你这还差3块怎么弄啊？我记得口袋里面有的就丢了，就剩2块钱了。哎，不是你是不是看我是外地车欺负我是外地人呢？没有哥，你误会了。我一分不要了，我走，你走吧，你走吧啊。哥，你要不跟我回家去拿吧，我家有呢。我给你回家，你回趟家啊，你这一会儿也不回来也正常啊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走吧，姑娘，跟你开玩笑呢。不行、啊、哥。你太麻烦，你这没事，不麻烦，油都烧了。要不这样吧，啊，到饭点了，你跟我回家吃顿饭吧。跟你回家吃顿饭呀？啊，哎，真不用了，姑娘，我刚才真就一脚油的事儿，这钱真没想要啊。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把饭啥准备好了，回家就直接做就行了，你顺口对付两口。哎呀，那行不？主要是去也行，我就怕那桥太高了，我恐高，你知道吧？那没事的，我你跟着我走就行了，很安全的。那方便吗？方便的，家里就我一个人在家呢。行，那走吧。行哥，那跟我走啊。哎，姑娘，啊，真要走这个桥吗？对呀。不是，我恐高啊，我高于10厘米都害怕。恐高啊？这得有100多米了，这太吓人了。下面有鱼呢。哎，有鱼它也吓人呢。哥，你腿咋短了？你真害怕呀？害怕害怕。那没事，那你扒着这个，然后慢点走。好，慢点走。啊，慢点啊。哎呀，我的妈，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，哎呀。啊，
哎呀，太吓人，太吓人！那你不过去也吃不了饭呀。过桥太吓人了，过桥太高了，过桥啊。那就这一条路了。哎呀，拉着我，快拉着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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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克制一下我内心的恐惧。啊，哎呀，我的妈，我的妈！慢点啊！啊！哎呀，好吓人呐！你别过呀，这能过去的。能过去吗？能过去。我怕我过去回不来呀。能回来，回来我送你哈。能回来吗？啊，能。走走走走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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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不行不行！啊，不行不行。不是哥，你呼吸紧张，别慌，别别别别慌，别慌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别慌别。啊啊啊！你给我做个人工呼吸吧。哎呀，我呼吸紧张啊。人工呼吸是啥呀？人工呼吸你不知道啊？太吓人了，哥走吧，那咋弄呀？那你这我也背不了你呀、我坐你背篓里行不行？坐背篓里、我背篓也背不下你啊，这都5-6十斤。哎，太晃了，太晃了。那哥，我给你教吧，你就这样走。不用不用，我蹲着走，我蹲着走，我这样走，我这样走就行。你走你的，你走你的，不用管我。能行、哎呀，我蹲着走。哎呀，我的妈，我的妈，我的妈！哎呀，姑娘，哎呀呀，你等会儿我。我别吃了饭把命搭这儿啊！没事，你跟我走就那，要不我牵着你走吧。啊，不要，我蹲着走，我蹲着走。哎呀哎呀，我蹲着走。哎呀呀哎呀，吓人呀！哎呀呀哎呀呀，美女，快把我扶起来吧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起来，这没事吧？还活着呢吗？好着呢。哎呀呀！我的妈，我的妈，太吓人了！你还好着呢，哥。行，那走吧，走吧。啊。哎呀，哎呀呀！一二三个这儿，哎，美女，为啥感觉这地还在晃啊？那是你刚关的太害怕了。哎呀，快走吧。啊，太吓人了。够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树啊？这个？它是枇杷树。枇杷树。嗯。哦，枇杷长这样子啊？对呀、啊。啊，那上面好像还好多枇杷哟。嗯。哎，我摘一个尝尝。哎，不能摘哥，那他们还没熟呢。啊，还没熟啊？嗯。行呢。走吧，快到了。那走吧。啊。哎，哎，美女。这还没到吗？快了，哥。哎，我那坡上遇到了。好累呀、啊，我这走了感觉有好几百米了。哥，你是不是身体不好呀、啊？确实身体最近不太行。那你就得多锻炼锻炼了。嗯，行，那走吧。嗯，好嘞。哎呀，太累了。哎，哥。哎，到我们家了。哇，你们家这风景好漂亮啊。对呀。哎，你还会骑摩托啊？对呀、啊，今天下雨我就没骑。啊，你好厉害呀。哎，你这拿铁锨干嘛？啊，我家那是土灶，我要把灰铲出来。把灰铲出来啊！啊，可以，来，快快，把背篓卸下来，我帮你背嘛，背一路了都。我都到家了，哥，你背那干啥？辛苦你了都啊！哥啊，那我灰铲了，顺便给你做饭吧。做饭啊？你简单做一口就行了，要吧？喝有没有粥？吃喝口粥得了。我们这儿都是吃面和馍馍的，我给你做面吧。做面啊？快不快呀？快得很啊！那就行，那你去吧。行，那你坐这儿吧。好好，我坐。啊，好嘞，好，你别走了。好，不走不走。啊，爸，哎，面煮好了。哇塞，煮这么一大盘呀！我给你做油泼面。好，我先帮你调一下。可以可以。能行。这是不是有点吃不完呀？能吃完的。但今天有口福了。来点盐。好。醋能吃哈？啊，可以。好。爱吃醋，多来一点醋。行。今天可以尝尝正宗农家油泼面了啊。再来点生抽提提鲜。好。嗯。好。可以可以。葱蒜能吃不？葱蒜可以啊，吃面肯定要吃蒜嘛。能行。葱蒜多搞一点。好。嗯。好了。嗯。再给你放点辣椒。辣椒啊？对，油泼面必须要有辣椒的。啊，这辣椒闻着好香啊。是哦。颜色好漂亮啊。哇塞。好了哥啊。嗯，这么多呀。啊，没事，不辣的。好。我再给你弄点细的。啊，还要放细的。出点红油好看又香。啊，还要放细的。嗯。哇塞。这感觉好，是不是有点多呀？不多呀哥。然后不多就行。嗯。哇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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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啊。不少了不少了。行。嗯。我去拿烧油，然后一泼就好了。行，那你去吧。好。哥。哎。油烧好了。好。你往后面坐坐。啊。我怕烫到你。啊，你也别烫到啊。啊，没事。油泼一下。哇。把辣椒浇了。好香啊，哇塞。挤出来。太香了太香了。再来一点。哇塞。哇，好香啊。嘿嘿嘿。我这个确实香。嗯，
好了，哥。哇，这个我给你拌一下就能吃了。好，那麻烦你了啊。没事，哥。哥，哎，面拌好了。哇塞，这看着好香啊！你快吃，我尝一口。嗯，怎么样？哇，好香啊！好吃，你多吃点。哎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再吃两口。哇塞。嗯，你做的比饭店做的都好吃啊。没有了。而且你放那么多辣椒，吃起来还不辣啊。对啊，这辣椒是我自己种的嘛。多吃点，哥。嗯，太香了。